12点前交稿，现在8点半，还有4个半小时。我先刷1个小时的剧，找下灵感。9点半开始整理思路，11点动手写。Perfect。気をつけようぜ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将軍。将軍、待ってください。我操，已经10点了。我真是傻逼啊！写的是诗歌剧本，为什么要在日本里面找灵感？我应该看古装剧啊。11点灵感也母德呀，就是那种觉得要想通了，但是还差一点点的感觉。每次这种焦躁又无能为力的时刻，就需要来一盘游戏呀，玩个一局就好，小小放松一下，马上就开始写。阿西巴，这个蠢猪，你告诉我哪个方位在死啊？1小时后要开始写剧本啊，混蛋。2点。调整一下计划，我现在睡上5个小时，7点起来，10点上班，上班之前还有3个小时可以写。Perfect。我在梦里的时候再找下灵感。已经9点了，灵感什么的太不切实际了。宋书，宋书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无聊诗社，在后台回复宋书即可有机会获得这一本诗精选。